那么和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字，后。后，咱们知道写方笔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片儿，北京话叫片儿。那么如果咱们拿这个学术术语来说是什么呢？平面化，单薄，很单薄，是吧？曾经开玩笑说这个方笔很好写，同学我写不出方笔来怎么办？方笔很好写，你别拿毛笔写，拿什么写？拿板刷。说你一刷一个准，那刷出来绝对是方笔啊！不，这没练过字的人刷的也是方笔。但为什么人家不拿板刷去写刷这个张献碑，非得拿这么难用的毛笔去写？区别就在于，你拿那个刷啊，板刷刷出来的，它是平面的，没有立体感。相反的，我拿毛笔来写这个张献碑，是吧？表现出的方笔，它具有一种什么呢？立体感，立体感。所以这一个后字啊，区别了它的平面化和它的立体感。那么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它？提案。这个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和同学们交流过的，是吧？有些同学在写的时候啊，速度啊自己比较熟练了，速度也快了，那么速度越快，这个笔画越容易片，越容易平面。那么咱们怎么样呢？我的一个建议是稳住笔画，增加提案，增加你笔画的厚度，增加你笔画的厚度，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啊。这是要需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，方厚。第三个很有意思，叫什么呢？拙啊。这讲到这个拙啊，这个概念，如果咱们拿书法美学上面这个含义来说啊，那么它往往和另外一个字相对应。哪个字呢？巧，是吧？这个字写得很拙呀，哎，你那个字写得挺巧。拙和巧啊，各自都有它的特色，所以这是首先咱们要说明的，不是说拙好巧不好，或者巧好拙不好，它各自具有不同的这个书法审美特色。那么相对而言，这个巧这一面更偏于什么呢？一种精心的构造，精心的安排。一种经营。你比如说咱们如果以画来做比的话，说你看到某某大师是吧，画的工笔画真精美啊，这个词我想这形容的是应该是很到位的，是吧？非常的精到，非常的漂亮。说你某某大师的工笔画显得真拙呀，这一划恐怕是划千山下之大稽。说你这个到底懂不懂啊？怎么是工笔画中文？反过来说，是吧？哎，您看这个李可染先生画的这鹰，真精美啊！没法讲了，李先生他画的鹰，他是拙的一面啊，是很朴实的一面啊，是一种大写意啊，哎，有一种拙趣，这个就讲得通。所以我这么一分析啊，首先说明的是两点：第一个什么呢？巧和拙，它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意味，不要厚此薄彼，不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。第二个，那么既然是各有特色，那么它的这个侧重点在哪，是吧？巧在于一种很精巧的一种构造，是吧？那么拙在于什么呢？一种自然的情趣。咱们同样是可以以小朋友来做比，小孩子做比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孩子刚两三岁，是吧？有时候这个童言无忌啊，我可以举个例子。你碰到一孩子，孩子说对这个咱们的解放军啊，对咱们的这个武警同志啊非常的敬佩，是吧？你说这个武警真厉害，这俩孩子开始想辩论一下，武警真厉害。那孩子脸都憋红了，说因为谁得想着比武警怎么厉害啊。我知道哪个警，什么警啊？十警最厉害。什么叫十警？大人他反应不过来，但是孩子他反应过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十比五大呀，当然十锦厉害了。所以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拙，大人一笑，那个听完这个哈哈一笑，童言无忌。反过来，以大人来说这话，可能有点不太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字，哪个字啊？木，为木的木。这个清代的学者啊，
怀疑这个字，说这个字啊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从字形构造比例上不协调，上面这个部件这木和这个墨那么大，下面这个金为木之内，金那么小，所以他有一个疑问，或者说是一个推论是什么呢？那么很有可能这个金啊是后人补刻，但事实上咱们通过对原碑的地查，很仔细的一个观察，不像补刻的啊，它就是和原来是一块生成的这么一个字形啊。那么怎么回事？这实际上还是和他的书刻时候那种状态有关系。那么在书刻时候，他想突出的就是上半部，而下半部呢收敛，下半部收敛，以此形成一种很强烈的大小对比，突出它的一个特色。那么看到这个字呢，我往往会有一个联想，可能不太恰当的联想，想起咱们什么字呢？啊，像或者想起咱们这个咱们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？你比如说奥运的福娃，那福娃大家可以看很可爱，北京欢迎你，是吧？每一个字每一个取它一个字，但是这福娃当中每一个福娃，它都突出的它什么？它的头部，不是说把它完全处理成一个很比例很协调的这么一个形体，突出头部。那么这个其实是吸收总很多中国民间传统的元素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如果是南方同学肯定知道，在无锡啊有很特也有一个特色的一种这个工艺品叫什么呢？无锡的阿福，它突出什么呢？仍然是它头部。这个是很拙的一点，很拙的一点。那么在章签当中啊，还有一些字，这个拙字表现出什么样的样式呢？啊，它对力量的一种夸张。你像这个维字，维字的这个挑画，所以很多同学在写这个笔画的时候啊，不敢夸张，胆子放不开。那么实际上咱们可以想象，这个笔画真正吸引人的，我想就是这个条画，力感很强，新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啊，在章签碑它表现力量这个方面，那是达到一种极致。怎么讲？如果咱们按照传统文字这个形体的分析来说，这个新是什么呢？哦，中间可能是个物件，那么两侧是什么呢？两只手，下面是什么呢？不是个鸡，下面是一面拱，两只手，也就是说四只手那就很多了，大家都在抬一样东西，都在这个做同样一件事情，所以说啊，这件事情啊有可能会做成，这也是这种合作的开始。那么是文字学上面，是吧？放到这个字上面来看，咱们恐怕不能按照这种来分析。那么我往往会给同学们这么一种联想，它的拙趣，它的力量体现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这就好像一个大力士，那么这个横画就好像他的胳膊两臂伸开，这人很厉害啊，上半他的这个手上托付着什么呢？千斤重物。那么这东西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他的两端这个手这个胳膊都有些撑不住了。那么甚至还有一种比喻，重到什么程度，这人真吃不消了。你看这两条腿，这个左边这条腿上半部那个肌肉已经是这个咱们怎么说呢啊，这已经是达到一种极限了，是吧？肌肉暴露无遗。那么右侧这个腿可能说已经是完全的蹬到泥里面去了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啊对还不对，但实际上大家一看之后啊，我想已经把它这个力感啊体会到了。所以你欣赏这个字，你不要简单的看哦，这是个上下部件的一个结构，要通过这个力量去感受到它的一种拙趣，它的一种夸张的变化啊。那么这是要咱们说的第三个字，是吧？加起来方厚拙，这个是章签碑啊它在这个书写艺术上面的一个总的特色。
那么咱们开始第二个部分，张献碑他的技法特点，包括笔法和他的结构啊。首先看他的用笔方面，咱们把它解析成点、横、竖、挑、折、钩等基本笔画。首先看点画，点画，张献碑的点画很丰富，里面以方点为主，也包括圆点、这个尖点、长点、八分点等基本类型。那么在这些点画当中啊，咱们最常见的是它的方点。既然是以方为主，那么这点画仍然是方，是它最基本的特色啊。这个方点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形态，像这个钩，钩子起手一点。再比如说像轩，这个起手一点。那么它们都是张献碑方点的代表，方点代表。那么这些点画往往出于什么呢？这个字的上部、顶部啊，它有一个基本形态，上大下略小，是吧？上面偏大，下面小一点。同学们可能要问说，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考虑呢？怎么会呈现出这种形态呢？我想啊，这和它的这个书单包括书刻的这种方式有关系。那么往往落笔时候较重，而提笔时候偏轻一些，这是一种。那么这种处理和它总体的一个艺术风格也是比较协调的。咱们刚才提到了，是吧？张献碑他在构型上面啊比较严密、严谨、茂密。那么为了保证他整个形态的一个严密性，所以说在他的四周、在他四边这些笔画，往往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重一些，所以这点画也是起笔重啊，这是它基本形态。那么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，头重下面略轻一些。那么头重的目的，一方面是跟落笔的运笔的方式有关系，另外方面啊，使得整个这个物件的上半部啊比较严密啊，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形态，以方为主。那么由这种方点做一个衍生，在张骞当中还有一种叫方尖点，偏尖的笔画。你比如说至今是一经，这个经下侧下面的这个左边这一点，那么和刚才这个方点不一样，方点刚才收住了，那么用一种注笔来表现，而这个呢提笔出锋，这是它的形态。但是咱们仔细观察一下之后啊，你可以发现这种点法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，是什么呢？尽管是方尖，但是它的形态一点都不单薄，相反的很厚实，有一定的笔势，弹性很足。所以我们在具体书写的时候要观测它这方面的特点，比如说它起笔很方峻，两侧微微鼓出，最后收笔的时候具有一定的笔势。那么只有这么处理，你才能把这个点画啊，方尖点给它写活。
大家可以看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笔画的处理，这儿包括这一侧，是吧？以方为主，那么两侧微微鼓出，收笔处带有笔势，收敛住。那为什么我非得要这么往下走啊？什么意思呢？上边取了一个纵使，那下侧我需要给它收住，需要给它收住，是吧？包括在这儿，是吧？这边以实笔为主，那么这边收笔，给这加一些什么飞白，进行一个调节，这是它的第二种形态，是吧？那么第三种圆笔，这个圆笔啊，在张骞当中也是很重要的类型，所以有些人说张骞以方为主，还需要写圆呢？方圆相济，你只有把方笔和圆笔结合起来，方笔的特色才能表现得更鲜明。圆笔在张骞当中也是很有特点的。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这个落字，咱们现在来看，一共有5个点画，对不对？这五个点画呀，处理的很有特点。那么上半部这两个以什么为主啊？以方为主，构型严密，以方为主。所以你上半部如果这两个点画都给它处理得很圆乎乎的，那它这个风采，它的这个很精神的这一面呢，就表现不出来了。那么它的右侧这个个笔画很重，以很重的这个也是以重的方笔为主。那么左边这个三点呢，三点水以圆为主，以圆为主。所以咱们看写起来很不经意，很圆浑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从分布上来看，给人感觉很自然，很自然，一点不做作啊，没有那种刻意雕琢的痕迹。那么以此形成一种什么对比呢？方与圆的对比，方与圆的对比，是吧？还形成一种什么对比呢？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儿，写起来很自然，是吧？形成一个实和虚的对比，是吧？黑和白的对比，虚实对比。所以这个是张骞当中处理的很巧妙的这么一个字。那么这种圆笔书写的时候，咱们主要以转笔为主。很重的这种笔画，那么反过来以转笔为主，很随意的这个起点，大家可以看刚才我给大家分析的一个方圆实虚它的一种变化啊。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原点。